想是你，我最想的也是你，你就是我今生最。你打我可以，打我喜欢不行，喜欢来一个亲自要走啊。好，你打我可以，可以吗？现在浑身上下特别的脏，身上呢也非常的痒，最近呢又经过了一片大沙漠，身上啊全部都是土。不过呢幸好今天找到了有一个卫生间的地方，准备去接一点水，然后去洗个澡。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一会儿呢准备去里边接点水，然后洗个澡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洗手间非常的干净。凉凉的这个水，一会儿洗完澡绝对特别的舒服了，就不在身上痒痒的了。好了，现在我准备找一个地方了，找个地方去洗澡去了，拜拜。你要是再惹我生气的话，信不信我五秒钟之内马上换个男朋友？走啊走！你要去哪找？初遇你时，你莞尔一笑，迷人的眼神像爱的火苗，我心如干柴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，美女，你是大学生吗？对呀。那我能考你个一年级的问题吗？你说吧。学校星期一开运动会，下雨推迟了三天，请问星期几开运动会？星期四呗，这么简单。没关系，天空越黑，星星月亮，我也满身娇美，能成为自己的月亮。等我攒够了六便士，就去找月亮。等遇见你是银河，赠予我的糖。爱的路上千万里，我在花海遇见了你，你的笑容。
老公。啊？我让你刷碗，你刷了吗？我刷了呀。那锅跟筷子你怎么没刷？嗯？哎，你只让我刷碗，又没让我刷锅跟筷子啊。那晚上让你亲嘴，你光亲嘴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光亲嘴了吗？来了老妹儿，准备给我带好吃的呀。不好意思，忘带了。没带吃的你来干啥呀？我想跟你玩一会儿嘛。你可拉倒吧，没有吃的我吼你玩呢啊。今天你就别想走了，给我留下吧，正好我还缺个鸭蛋夫人呢。来来来，继续整。还有我呢。嗯，有点乱呢。我到底顶谁呢？还是顶你吧。对头，给我搂他。你算哪根葱啊，敢指挥我？谁也不好使，我可不惯着你们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还断绝了所有的伤。只要老天敢赐给我一个男朋友，我会一生一世对他好，一辈子只爱他一个人，我敢发誓。我操，要打雷了。你非要打那么多，吃不完了吧？还要罚款？我有办法。又见面了啊，这回我当儿子你当爹，都体验一下啊。那我看别人都是戴口罩啊，你这家伙还整个面罩，嘿嘿，这一看就是个狠角色啊，这打个预防针打出打爹的感觉了。咋的你还哭上了？三年了啊，你看看我拜这个奥特曼呢，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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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，哎，不是这谁家姑娘啊，脑袋指定是大毛病，看着啊，阿姨，不是你太高了，低点，不是不行，太低了，高高的，我交三千多块钱学费呢，学会三招，阿姨，你会拿不？来给我，你看我的啊，给你，给，你干啥呀你啊？多损呢，让你笑一天，让你笑一天。开启作死模式。More than I dare to think about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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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老婆，别结婚之前天天翻对方手机，你怎么不翻我手机呢？嗯，那个时候又没想着要结婚，翻你手机干什么呀？那你结婚后你也没翻过手机啊？又不离婚，那么认真干什么呀？